一点音乐。当然邀请到的还是我们的节目的好朋友，就是 Lulu 来带我们听这些好音乐。先来欢迎我们的 Lulu 咯。 Hello Lulu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云达你好。每一次 Lulu 来都会带一些惊喜，还有我们的好朋友 Lulu 哦，带越来越多好听的歌曲给我们来欣赏。今天在现场的还有我们的 Lulu 带着我们一起跳妞妞舞。节目的最后呢， Lulu 通常都会来一首乐曲。我们今天介绍最后一条歌，也是我们节目的好朋友 John Franciss， 来自美国堪萨斯的好朋友。他很多乐迷在学他的叫做十一弦吉他。十一弦，我们如果闭上眼睛想想吉他如果有十一弦你怎么弹。其实 John Franciss 他给我们 的音乐是以十一弦为主。他其实是一个，今天带进这条歌叫就是一个歌曲组合。比如说有 Carol Sunset and 还有几个其他的歌放在一起的。好， OK， 那我们今天就在这首乐曲当中再一次感谢我们的 Lulu 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些好听的乐曲咯。We would like special thank you for our musician friends, Hashima from New York, and my dear friend Sugar Blue from New York, and my dear friend John Franciss. I just couldn't help to put a beautiful piece together as a combination. And thank you for sharing your beautiful music. I talk to you guys soon. Bye bye. 谢谢这些好朋友提供好听的乐曲给我们，也再次感谢 Lulu 来到节目当中了。谢谢 Lulu。 谢谢。请继续锁定教育广播电台的音乐风一点，晚安了，拜拜。